要。你现在回到74号，所以刚其实直走也没差。刚就是直走就好，还大人饶命。刚其实往太平直走也没差。就是要往太平啊，他前面就接74。嗯。然后他叫我靠右，靠右就下去。对。然后我现在要重新回来了，像个白痴一样。对。烦死了。伤口还是哭不出来，感到思念像海淹没我，而爱已不在，你绝望的离开，没眼泪流下来，我哭了爱才不会回来，不会这么等待，舍不得你春去秋来，心都受痛，是不是要靠右？靠右行下。我现在靠右吗？他靠右，先让他过。不要用太，不用太泥花的建材。它的阳台是那种，就是感觉用铁网，不是水泥。在斜坡上面也要踩刹车，我觉得很可怕。
就是吹到内线靠左。好，如果我吹不过去，就只好继续直直走，走到东山路为止。好难哦，这条真的难。这边过去是太原路吧？对啊，那条是太原路。太原路，所以过去就是会接到北屯路那边。往北，好的。他叫你靠北，你才靠北。